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听讲啊，来今仔李彩玲啊，要演唱一首歌曲。这个我是一个真特别人，所以说写真特别歌曲，是不是？歌名是《心内就你》。好，来掌声热烈欢迎来欢迎咱世界女神李彩玲所演唱的《心内就你》。
互相喜欢的两个人，就是一个美丽世界。